那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演唱会卡。来抢救熊熊，是不是？你这是抢救熊熊，你是把熊熊压扁吧？那我就用屁股压熊熊的。一只熊，来，我们五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五个人一组，来按压一下。好，试着一下啊，按压我们的大熊熊。没关系，来，谢谢。小海告诉你，对，不是屁股呀，不是屁股呀，动手，来动作要做句子啊。哦，一次。你好，你怎么样？晨晨，熊熊这样要会死掉了。我们抢救熊熊大救援，马上将在两分钟后结束。我们就要马上到下面了，我们要进行滑翔比赛啊！赶快！可以，到底是抢救熊熊大救援，就靠你们啊！是啊，你就一起跟弟弟啊，就是压就对了，跟弟弟一起啊。熊熊，不要踢熊熊，熊熊的棉花跑出，他的棉花被你刮出来了，熊熊被你们压死了。好的，熊熊复活之后要把他送往安全的区域，来，所有人来，赶快把你的熊熊抬起来，来开始动作。哦，对对，抬熊熊，快抬熊熊。你现在是救护车，快抬熊熊。好，把它抬高高，好 ，OK， 好，抬高高。好，请到这边，把熊熊放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来，熊熊，这边。你去求那个，你看那个熊熊倒了。OK， 好，非常好，非常棒。